Hello， 我是 Kelly 张希文。疫情底下，面对工作、家庭和各种疫情资讯，无论身心都面对着不少压力。其实全世界大约有七分一的小朋友都同样受着情绪压力影响，没办法这样好好享受他们的童年。所以 UNICEF Hong Kong 想召集你们参加顽童深度游，透过一系列活动放松心灵之余，同时守护全球每个小朋友的童年。嚟紧我会化身做其中一位星级导游，同大家一起做瑜伽，松一松，找回童年嗰阵无忧无虑的感觉。记住留意啦！